诚信嘉措仁波切秉持一心为佛法，一切为众生的悲愿，打造了世界第一辆行动的佛殿，把佛殿搬到大卡车上，这也是台湾佛教界的创举，也是世界第一个行动的佛殿。预计在三年间将行动佛殿开到全省各大小乡镇，你我的家门口，让大家随时可以上佛殿礼佛。走，停，走，啊！